个是危险，这8月29号的信息，洛阳一个公路瞬间那个大片坍塌，路面还有那个行人，这是8月29日，河南洛阳暴雨后呢，洛阳一条那个公路突然大面积坍塌，路面上还有行人，还好那个都跑开了。这个雨天出行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那个请看视频。